Yeah, yeah. OK, yo, shout out to 淡水区。Yeah, 我今年十五岁。Yeah. 我希望把大家把双手都借给我，好不好 ？Woo. Yeah, yeah.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坚持不认输，那是我的信念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岁能让我浪费？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坚持不认输，那是我的信念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岁能让我浪费？周围的同学这时都还忙着念书，他们沉迷电玩游戏，花时间金钱买点数。I say no， 那才不是我的生活形态。我花时间做我的事情，投资我的未来。Keep it going， 我整夜 rolling， 把韵脚 flow 心情写进歌里。对于那些对我不客气的人，我也没再客气。如果支持的不是你和你，我将会在这里记住我的名字，叫做铁巨人 T.I. 他们说我只是个孩子，对任何事别固执，记好读书的本分就好，玩音乐太不值。我不只是个学生，我是个饶舌歌手，我的责任我的义务让你们都举起手。普及人生，这是我的人生。 Yeah Yeah， 这是我的青春。如果时间能够改变，我将会不惜一切，没有停止的日子，直到到达心中高山的顶点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坚持不认输，那是我的信念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岁能让我浪费？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坚持不认输，那是我的信念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岁能让我浪费？黑的依然到处说，不断的继续到处说，这十五岁的小屁孩怎么能够会这么穷？ Keep my attitude， 保持态度不多说，经历时间的考验，我相信我能撑得过。告诉自己振作，照我的心里去做，不做作，坚持真实的东西，我不堕落。我不是骗子，我没大马，我没车子，我没枪，所以我不会去烦恼怎么装的装得像，不浪费时间多读书，我知道自己长处，尽管其他人不看好我，我还是从不认输。这是我的青春，这是我选择的路，我的热情从不减免或局限于我岁数。这是我的人生。 Yeah Yeah， 这是我的青春。如果时间能够改变，我将会不惜一切，没有停止的日子，直到到达心中高山的顶点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坚持不认输，那是我的信念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岁能让我浪费？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坚持不认输，那是我的信念。青春不在线，要把握机会，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岁能让我浪费？